第33题，自然界中稳定的钠原子，其质子数为11，中子数为12，则此原子的表示应为下列何者？我们晓得我们的原子的表示 x 这边呢，要写的是所谓的原子序，而原子序呢，就是所谓的质子数，而上面呢，要写的是质量数。那么质量数呢，就是我们的质子数加上我们的中子数。那么这一题我们的质子数是11，所以这边呢要写11，那上面呢是质量数，质子加中子，11加12就是23，所以这里要写23。而我们钠的元素符号是 Na，所以我们要写成的是 Na，下面是11，上面是23，也就是我们的选项 B 所显示的。所以第33题问我们说，则此原子的表示应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23、11、Na。